新娘，嗨，欢迎你今天来我们茶水间 KTV。谢谢，哇，好特别的摄影棚哦。哎，等一下，在茶水间不能太喧哗，因为哦，真的吗？被主管听到。哦，因为主管他说我们现在翘班出来唱歌。对，Oh my god，嗯，会来巡逻。好，我们先让新娘 test 一下这边音质怎么样，你要先唱个两句。哎，不错哎。算了啦，算了。好的，那新娘今天来，我们要唱哪一首歌呢？唱《别再撑了》。别再撑了，大家都有练吗？有，这首歌超悲情的。这首歌唱唱忍不住哭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天一直在听，就反复就吸收到脑海里了。是一起唱吗？还是我们要有？现在没有音乐的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清唱。好的。叠音吗？叠音。你就唱你的，然后我们会适当的加一两句。加和他的，就是。那种什么高低音那种合音吗？对，我们尽量和声。对，和声也是。等一下，我必须先跟新娘说，不要抱太大的期待，因为我们其实是真的不会合音。你说爱的久了，不想撑了，再也不会那样的想你了。我反复彻夜独处，找不到你的路。你说爱都走了，别再撑了，何必还这样勉强拥抱呢？我心都冷了，泪也干了，还不知不觉的心也都散了。哎，你们都没有被拉走啊？有合音合声在哪？有合音吗？合声在哪？我是被你拉走了。请问合声在哪？我被主音拉走。耶！预备起。你说爱的久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一回事啊！再来一次，真的有高低起伏很高。好，我们先说好。没事，好，先说好你是低音，好，低音，你要高音还是中音？我中音，好，中音那我就高音，好，我中音 ，OK， 没有，是新雅音，好，我是我的音，好，对，起，你说爱的久了，可以，太低了，你低到快听不到哎，海豚在听。OK， 好，我交换位置，是一句吧，好，预备起。你说，好，那我再升高一点点，喉音太重。你好，OK， 我 ready 了。预备起，你说爱的久了，无效沉沦。再也不会那样的想你了，我反复彻夜独处，找不到你的路。你说爱都走了，别再撑了，何必还这样勉强拥抱呢？我心都冷了，泪也干了，还不知不觉的心也都散了。终于把它撑完了，好棒哦！撑完了，你要不要自己单独来两句？我觉得你单独，你要单独啦。你跟新雅，好，这个考验。你说爱的就不是我说我自己都唱不下去。好啦，我们那个见好就收啦。好，OK。那我们也该散了。其实见好就收应该是第一趴部分。前面是念的嘛？对。做运动那个嘛。预备起，做运动，动动双手，挥手拜拜，你的拜拜手，4、3、2、1，趁别放松，继续加油，每一站都瘦，人生要漂亮，人生最善良，就是只比了，就是不比强，人生要漂亮，人生最善良，就是只比了，就是不比强。嘟嘟嘟嘟，叭叭叭叭，嘟嘟嘟嘟，叭啦叭啦。
歌词，为什么还是唱出来？而且歌词还是我自己音乐。哦天哪！那现在我们各自有自己的主打歌吗？像去 KTV 都一定要唱哪一首的？嗯、去 KTV 一定要唱那个克普勒。好难呢、欸！哦、oh、my god！ 我今天有荣幸听心雅为我们唱唱科普。这边比喻是还好，好，预备起，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，像在中国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。挂在天上放光明，反射我的孤寂，真的不错哎。提醒我，我不再是一颗寂寞的星星。哇，好听哦！对，唱歌真的不错哎，我有空就来吗？现在赶快再开演唱会，我们真的很想听到你那个在舞台上面那个发光。好，我前面第一排已经留三个位置给你们。那我有麦吗？在下面给你们。先不要。之后会有演唱会吗？没有，你没有，不是要先去拍戏啊？对，又有戏啊？天，是那个直剧场吗？对，直剧场。天哪、啊！哦，傅培梅。拜拜，我们去工作了。主管在叫了，这边。哎、欸，那帮香帮，这边在这里。对，真的、哦。那从镜头里面走出去。拜拜。好咖啡。谢谢。谢谢。这个旁边好酸痛哦。谢谢。